这里交给你们了。你去哪儿啊？这很永难。如果你的坚持就是让人难受的话，那这努力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早就应该杀了韩永南，不让他逃出兰州，就不会牵扯到这么多的人和事。 每日出去巡夜，我猜他对陶娘子是要正式提婚。这么好的线索放在眼前不查，难道等他们跑了以后再抓人呀？小心！乔队长，他中箭了！中了毒，我倒是从未见。一日噩梦，三日醒梦。薄其实梦，晴川缘，这是个圈套。 约我来的行程，你是黑夜。知道，还不如我知道。我呀，前几天买了几只羊。给谁送过大半夜的送？谁知道干什么狗？死牛、死马、死人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带你去看看狼的东西。多年前，告诉我，是无想法。是谁？ 你们黑夜是想东山再起呀？谢黎明府，祝黑夜青川原茂。可明德就能改变这个世道，亲民就能让所有人都吃饱，要活就不能有父母之仁。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，难道他们全都该死在你的手里吗？